名字可以随意修改。大家听好了，兔子们可以随时回家休息。当然啦，我回家休息啦。老板了，小撇，你居然敢逃课！那是小撇改名字了，他现在叫肚子疼。是你说肚子疼可以回家休息的。捡到一张学生证，能不能用广播叫这位同学前来认领？好的，现在播报一条消息，听说上海市要来拿我的广播室。谁取这么坑的名字耶？小撇，你看你才考多少分？不好意思，小米老师，我又改新名字了。那你叫什么？小美。什么？又叫小美？算了，你看这道送分题你都做错了。小美呀，你真的太笨了。我岂不是自己骂自己？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骂我什么？我没有骂你，我骂小美呢。我不是小美吗？小美，一起去上厕所呀。明天花日，你说什么话啊？不是这样子的。乱了乱了，小美，你们还得回家吃饭了。热烈欢迎专家来我们学校参观，大家鼓掌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怎么猜得到？真的，这孩子名字就叫尼采。尼采同学，你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的梦想是干啥啥不行，吃过第一名，还是过一辈子。小小年纪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小美，你怎么叫的学生？误会了呀，他爸妈的名字就叫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